尺呢，这才35米，是这儿吗？对。哎，哎呀，这辣眼睛啊！把鞋拿过来了。兄弟，你鞋呀、啊，踢谁了？这么狠呢、啊？都踢飞了。占座。哎，兄弟，我先来的。我的鞋比你早到0.01秒。那你要这么说的话，我昨天还盯着翻面树叶呢。这个椅子是我前年刷的漆。我大前天搞定这撒的尿。你瞅啥？我瞅你咋地？哎，你要瞅的话应该瞅出来了啊！我已经退出江湖好多年了。哎，我的兄弟，你考虑过挂号和医疗费的问题吗？我说你考虑过120堵车问题吗？停、啊，大哥呀，不是兄弟。今天是我大日子，上天呢？今天是我跟我对象一起上天，不是？怎么样？搞对象啊？你大哥我的爱呀，就像干柴烈火上那疙瘩汤，都快扑锅了。那你老弟我的情，眼瞅的就漾奶了。我今天约在这儿求婚，这样，你先把你那疙瘩汤呢先晾一晾，实在不行呢，你上旁边的咖啡厅，你去热一下啊。你拉倒吧，那不都脱了吗？我女餐就定你这儿。你定了几点？9:10。9:10你吵吵啥？我9点。那不撞车了吗？撞什么车？10分钟能干多少事儿？从这儿都到鞍山了。10分钟你能搞定吗？我求不完，我主动把椅子让给你啊！你爱见面见面，你爱上天上天啊！哎，我对象，哎呀，这是麻筋，哎呀，我来了，我迟到了，生气不？生气，但是为了见你，我忍了。为啥见我呀？表白。非得今天表啊？再不表就漾奶了。你说吧，我听着。我这个人性格直率，长得一般，一堆一块都在这，你也看到了啊。家里条件不好，没有车也没有房。接着说，一个月能挣4000多块钱，但是我绝对不会让你受半点委屈。我就是爱，爱你，我爱不死你。你说怎么办？咋办？我寻思寻思。哎，你别这么说呀，我这么说就够委婉了。你再玩把这死嘎的了，吓跑了，诗情画意的什么朱自清。哎呀，这哎呀呀，这妈你咋衣服？哎，冰冰。过了这个村可就没有这个店了啊！别寻思了，嫁给我好吗？好。哎呀妈呀，这咋你跟我求婚气撅过去一个呀？你情敌呀、啊、这是？哎呀，没见过他呀。哎，不是，哎，你也太轻浮了。你骂谁呢？哎，不是，我就说你可以再考虑得长点时间。啥意思啊？哎，不是兄弟，你可以卤点行，他不行，他不是。你是女的呀，得矜持啊，这不是试衣服呢，这不行换那个，穿上你可以扒不下来了。他有情我有意，你装什么法海呢？在这我是说你俩这搞对象节奏咋像列车时刻表，嘎当嘎当的，太快了。这个快什么快？今天他同意了，明年就选日子，后年就要孩子。不是你说要就能要上的？要不上使劲要呗。那认识多长时间了？那都5-6天，快1个星期了。哎呀，红高粱抢亲呢，这是啊！我说你就那么着急把自己嫁出去吗？你都啥时代了，哪有时间处对象，哪有时间结婚呢？咱俩呀，只不过是省略了你们那些装着、捧着、撑着、虐着等一系列步骤。咱这是壕沟里打兔子，直蹦。哎呀，这地压呀，都穿150了。哎呀。哎，来个人！哎呀，穿180了，快点走！我的，我的，快！啊，你的，你的，你的，走走走走。哎，轻轻的，你来了，正着我轻轻的走，啊，等，我挥挥衣袖，再加上一层铺盖，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。从此我就忘却了时间。我不明白呢，堵车啊！哎，他俩处对象怎么那么像我妈和我爸的年代啊？多有意思呀！看一会儿，咱电影票都买了。有这有意思吗？哎哎哎！你在那戳村呢，在那哎。胡叔叔，走，你干啥
啥呀？这是我怕你被蚊虫叮咬。这冬天哪有蚊子？那保不齐有几个村民老来的呢。我说你今天来啊，是心里憋着事儿吧？啊，你看，咱俩也相识两年了吧？你授粉呢，给花送你的。哎呀，这花香，这花真香。哎，玫瑰花有味儿吗？可说呢。啦啦啦啦啦，他找啥呢？钻戒。啦啦啦，旧花啊。新花刚摘的。其实呢，其实那个东西吧，那就是金属圈加碳分子。我觉得生命诚可贵，爱情价更高，对吧？啊，也对。你看我今天来晚了，就是因为打车。没事。你说俺俩以后要是能过上那种不用打车的日子就好了哈。哎，这啥意思？问车呢。你就应该坐地铁来，他不堵车呀。哎，要不这样，明天呢我给你买辆自行车，咱买个最好的，6000块钱的，低碳环保还健康。哎，我可以陪着你，咱们从郊外一路风景如画的骑到地铁口，你坐地铁上班，我向你挥手。那郊外一般都是别墅，太贵了，用不着。啊，我看坐地铁也挺好的。对对，那天我搁地铁边上看着一个，啊，才10000多。10000多买一套太合适了。一平。一平也放不下咱俩呀，那单人床还1.2米呢。人家不灵慢，你买豆腐那一块一块的。哎，这是问房的吧？我听着像墓地呀。叔叔阿姨身体都挺好的吧？好着呢，比我还硬实呢。健康就是福。对对对，我爸我妈身体就不好。呀，是吗？等以后你过来了，咱俩一起伺候他们啊。关键我身体不好，我爸妈得伺候我呀，我过不去呀。我明白了，你理解哈？我不理解。按你那么说，鸡一叫我起床，我骑着你给我买的自行车，我到地铁口，我还得把车存到你花10000块钱买的那车棚子里。我上班，我下班了，我把车取出来，我再回我爹我妈家，我伺候他们，我伺候完他们，我再回家伺候你。哎呦我去，天亮了。按你这么说呀，咱俩这日子以后就跟物质一点关系都没有了。想面包来面包，想牛奶来牛奶，咱俩这思想境界老高了，那都飘了，我这自行车圈都能让我给骑飘了。啥也不用说，这2年呢我啥也没换回来，就算我白搭了。不是，你家住哪儿？你家几口人？你爸你妈长啥样？你有几个朋友？我啥都不知道。你的身份证是真的不？真的。不是，唱你听我。行了，啥别说了。咱俩今天呢，散了。哎呀，唱花了，散花了。唱唱。哎呦我的妈，大哥，你这生活太诗情画意了，你都湿透了。哎，冰冰，你赶紧追。你看我这个，你给我站起来。你干啥呀？你是不是骗子？你见过骗2年还没得手的吗？你自己一身毛还说人家是妖怪，你跟我说你到底啥条件？我那条件，我根本就不是条件。我要跟人说实话呀，人一天都不能跟我处。你俩处多长时间了？2年。那你处1个月的时候咋不跟人说呢？我想拖一拖。那你处半年的时候咋不跟人说呢？他爱上我了，我不想伤害他。那你处1年的时候咋不跟人说呢？我爱上他了，并且中间我又加点吹牛。那后面还有1整年的时间，你倒是给他圆回来呀。爱得越深我越不敢说，而且我把牛都吹叫唤了。哎呀，我得削你啊。你准备好了？哎兄弟，哎兄弟，不是你考虑过110堵车吗？哎呦，你个坏人。我不，你把别人想的都那么现实，然后把自己包得跟严严实实的，你跟个穿针甲似的。你不敢正面去面对。你跟我老实说，发展到什么地步了？摸过手没有？哎，红酥手，黄藤酒，满园春色。别做事。摸过手。亲过嘴吧？哎，
犹抱琵琶半遮面。哎呀，哎呦，我惊啊！还有呢？没了，就剩响了。这么好一个姑娘啊，在不知道你任何底细的情况下能这样，你还想咋地？多好一个姑娘啊！好啥好啊？啊，我不是傻子，我听出来了，那不要东西呢吗？人家询问你的条件，就一定得跟钱有关系吗？那跟啥有关系？跟幸福生活目标有关系。人家将来要跟你生活一辈子啊，总得重新规划一下自己的未来吧。他就是想看看要跟你在一起多久才能一砖一瓦共同建造一个家庭。行了，你跟我装什么哲学家啊你啊，你训谁呢？那人和人能一样吗？啊，你跟你对象那对眼了咋直崩都行，我跟我对象直崩好使吗？你试过吗？我不是那性格，爱情面前谁敢有性格。你就是胆小。谁胆小？你瞅啥？我瞅你咋的。想当年来沈阳的时候，我身上就50块钱。接着说。我其实没有文化，我受过很多苦，我遭过很多罪，看见那楼没有，跟那楼里一切有关系的职业我全都干过。这些年我也有车了，也有房了，可是我房28平，那叫房吗？我那车开起来冒蓝烟，我估计年检都不能过，那叫车吗？挣俩钱都不够我父母医疗费的问题啊。这些年我就一个人在这儿，我连大米饭都做不好，不是干了就是稀了。当他亲我的那一刻，我全身都酥了。我想对他说，我爱你，爱你，我爱不死你。这么说有用吗？怎么没有用？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哎呀，飘了哈。你那是喊的，我问你心里舒服？原来直崩这么舒服吗？不光舒服，你看那是谁？啊？他早就到这儿了。壕沟里打兔子，直崩。做饭其实很简单，一碗米，两碗水。你要是想让它再好吃点儿，你就提前把那米先泡一泡。这花真香。玫瑰花有味儿吗？有。